最大一个洞窟你们拍了多久？像130算木高窟的，130是一个比较大的，对，第二大佛的，高呢大概是29米。我的天，29米将10层楼高，可以猜两个数据，一个呢是多少时间能拍完，第二个呢总共大概能拍多少张？有人说10天，有人说3个月，1个半月，这是聪明的，选了个中间的。您公布一下，因为太大了，然后大概拍呢就差不多得半年。拍多少张？张数呢？大概现在拍完以后大概是12.8万。目前拼好的最大的一张的数据量大概将近50个 G。就是一张图，一张图片50个 G 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么高清的这个数据量，所以你才能看到细节啊。所以我在想，敦煌真的走进那个地方，真的了解它背后有多少人，一代一代的人在为那个地方付出的努力，你就会更觉得那个地方意义非凡。所以，把掌声也送给一代一代的敦煌人。